们就是热烈掌声欢迎花一峰老师。非常谢谢大家，也非常谢谢清凯啊。那我想我现在先特别再介绍一下徐岩博士，就是这个 DRRD 的这个主任，他今天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学术交流中心的一些讯息，那等一下如果除了有问题找我之外，如果对于到德国留学有问题的同学，也欢迎找这个徐岩主任。那另外还有这个师大历史系的陶克斯老师 Christoph Thornfeld， 他其实是研究纳粹的专家，他是专门研究纳粹的劳工营。那我非常压抑他的中文，每次看到他都在突飞猛进当中，所以我想等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很欢迎陶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看法。他其实在这个劳工营的这个口述史上面，他有很多的这个很多他很独到的一些见解。那今天因为是在哲武演讲，所以我特别选了一个跟记忆公共化就是比较跟公民社会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的这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转型正义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我比较希望是利用哲武这个机会，那我们大家也许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年轻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自发的来做一些事情。那我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演讲啊。好，下一张。好，那在这一本在我出这个今年出的这一本新书里面呢，我这本书当时在写的时候，在构想的时候，我并不希望把它写成是一本德国人会，就是德国人看的转型正义的书，而是我希望是为我们台湾的读者来写。那我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台湾在转型正义的这个经验上面，或者我们即将要在踏上的历程上面，能够提供一些思考啊。那就像刚刚，有听到一些朋友的一些就是说介绍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转型正义没有错，我们在李登辉的时代曾经开始做，那可是这个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只有受害人，没有加害人。就是说我们过去对于转型正义的处理，一方面是只是想要从金钱的赔偿，那也许是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正式的一种平反的方式，然后来让这个社会觉得说哎，我们是有开始推动。可是实际上如果说我们真正就转型正义的这个实质的内容上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那除了228之外，当然我们也还有所谓白色恐怖的问题。就像刚刚另外一个同学有提到，好像在当时你如果去看白色恐怖的那一些案件，在当时似乎是所谓合法的，可是今天来看是不合法的。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来看？那像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过去的转型正义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被讨论。好，那以至于我们社会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个理解，基本上比较停留在就是好，你如果是受害人，你有具体的证据，那你就去申请金钱的赔偿。那可是对于整个加害者的这个部分，完完全全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加害者研究哈。那只是有大量的一些受害者的一些研究。那所以就是说，在面对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好好的来重启我们的转型正义？那这个是我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我非常关心，那我也希望能够用一些不一样的思考，用一些就是更多元的一些角度，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就是在这个书里面特别也是去强调，是说我们要其实要从两个部分都要努力，一个是要为公益努力，但是也要能够跳脱仇恨的辖制。好，那我们看下一章。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政府，就是
这个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那因为转型正义是施政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虽然大家好像觉得说目前似乎看起来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那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目前政府提出来的转型正义要做什么，基本上是四大块哈。第一个是不当房产，那这个是现在已经上路了，因为是把不当房产就是把它切割出来，让它可以先开始运作，所以不当房产委员会现在已经在郭立雄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开始做了。第二个是司法平复，然后再来是档案开放制，再来是历史记忆。整体来讲，这两个部分不当房产跟司法平复比较是属于法律面的问题，好，政治面法律面的问题。那另外档案开放历史记忆看起来是比较跟历史比较相关，可是这并不表示说这个四个合起来那好像公民课就没有关系哦，公民课应该是在这个四个里面全部都包含进去。那当然为什么另外这三个现在就是要用促转条例来推动。那这个促转条例呢，目前的规划大概是说先以两年的时间要做一个所谓的框架立法，也就是说我们先必须好好的先赶快厘清这个我们牵涉到的转型正义内容里面我们到底需要哪一些法律，因为这些法可能我们台湾根本都没有这些法，或者有一些即便有一些法可能是太陈旧了需要修法，所以需要先用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框架立法的工作，然后大概正式上路要等两年之后，这是大概目前政府的一个规范哈。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四项，其实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大概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其他国家，例如说中东欧国家或者是像东德，他们在从事转型正义大概是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进行。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四个大项目主要的是针对国家的体制，怎么样子从威权体制运作的那种国家，然后它所产生的种种的不良的效果，然后把它翻转到一个可以正常运作的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当然转型正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一个核心的目标是要从一个威权时代的政治体制，然后把它翻转到一个可以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所以在这边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既要是能够走向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且这个民主国家是要能够正常的运作。那什么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好，看下面一张。好，正常运作，所谓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根据国际转型正义中心对转型正义所下的这个定义，它讲得很清楚，是说要透过处理过去在历史上人权大规模被伤害，人权大规模遭到损害的过往，必须去处理这一些过往以及它造成的效果，来帮助这样的一个社会愿意相信公部门是捍卫人权的机构。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包括两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是公部门必须要能够转型成是捍卫人权的机构，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人民愿意相信。好，不是只是公部门做了，而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重建信任的过程。好，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虽然政府的公部门也许很努力很努力在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社会，我们在脸书上面，我们在很多社群媒体上面，我们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大家不断一天到晚这边骂政府，然后用了很多极尽可能的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字眼在那边骂。那这个东西其实反映出来什么？其实这里面很深切的反映出来，在过去的威权的体制下，我们对于政府是不信任的。所以台湾的社会长期以来非常习惯的用不信任的态度，用
骂的态度来面对政府，那如何来转变这个东西？那这个事实上也就是一个社会巨大的工程。一方面当然是公部门必须做到真的让人民愿意相信，那二方面也是我们必须开始思考我们的整个公民运动是不是只是停留在过去威权时代那样子，就是只是不断的以一种批判一种谩骂式的，还是我们必须要能够 upgrade 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事实上是一个不断互动的一个过程。好，可是我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我在这本书里面，我特别花了蛮多的篇幅，其实去谈另外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比较是跟司法跟政治不那么直接相关，而是我谈到了社会心灵体质的翻转。也就是说，你如果要问我什么，我个人对于转型正义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是政治体制的翻转，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它是社会心灵体质的翻转，其实这是两个部分。社会心灵体制的翻转，它其实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子去转化那个悲情，我们怎么样子去抚平伤痕，我们怎么样子疗伤止痛。因为只有当我们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当我们可以走出悲情，可以走出社会的人群之间的对立，互相的不信任，我们的民主才有可能真正的深化。好，请看下一章。我之所以会特别看重这一个部分，也在这个书里面花非常多的篇幅跟大家讨论这个部分，就是这部分通常不是在讲转型正义的政治史的书或司法法律方面的书会特别去讲到。可是为什么我会花那么多的篇幅去讨论这个部分？这其实也是根据，如果我们去看去年2015年是中东欧这个转型正义25周年的纪念。好，那事实上有很多相关的书出版，里面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啊，这个是这个后共产时代的这个转型正义，然后25年的一个纪念，那等于是他们中东欧国家去看他们转型正义进行25年之后的一个回顾。那我在这边跟大家举这一篇，这里面收的一篇论文，这是一个英国的历史学者，他专门的研究范围是捷克的转型正义。好，那他在这个他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在捷克做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研究，他要想要去了解捷克人在经过了20几年的转型正义之后，他们民众对于当初做的转型正义的看法是什么。哈，那他做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研究，其实也跟捷克政府合作，那他得出了三个结论。哈，他认为说，整体来讲，捷克人认为他们的转型正义其实是有很深的遗憾不足的地方。那可以归结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没有积极跟民众沟通宣导和解是转型正义追求的珍贵价值。只有在刚刚开始他们在推动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的总统是哈维尔，大家知道哈维尔，好，就只有因为他是具有那么崇高的一个人性的关怀，所以他非常努力的在呼吁。可是哈维尔之后，其实捷克的高层政治家其实也都没有在注意这个部分，那没有积极跟民众沟通宣导和解是转型正义追求的珍贵价值。第二个是缺乏促成社会和解的配套措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徒有那个 intention， 我们一定要有一些配套措施真正的可以去促进和解。第三个是社会可以促进和解的既有条件资源本身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他从那一个刚刚从共产社会走出来的当时的那个捷克，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条件可以真的让整个社会有一个共感，和解是很重要的。好，那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不能因为想要和解就让转型正义马马虎虎的做，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冲突的东西在。因为转型正义它的确是需要去厘清历
史上面对于当初一些危害人权的暴行，我们需要把那个历史真相理清楚。那一个社会也需要去思考，我们在法律面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处置。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那和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那这个事实上，这个就是过去做转型正义的国家，他们因为当时没有思考到，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转型正义后进的国家，我会希望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转型正义再重新上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好好的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好一些准备，避免25年之后我们也有同样的遗憾。好，下面一张。好，所以也就当然这里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也就是说所谓的和解不是说啊好吧那就算了，我们就是继续就是像过去在李登辉总统时代那样子做转型正义，反正就是只要赔偿，然后弄一个碑，然后呢弄一些博物馆，然后这样子就了事。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那样子做，因为我们也过去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其实也证明那样子的转型正义其实并没有真正让我们的社会的政治体制翻转，也没有让我们的司法体制翻转。那大家也更可以看到，我们的教科书其实还是停留在威权体制时代下面那样的一套教科书。所以其实在这边，例如说我在这个书的第十章，我有一个这个我特别把这个标题写了，转型正义教育不是爱国教育。我在讲什么东西呢？其实我正是要讲的是说，转型正义它的一个价值基准是普世价值，好，它不是一个，不是像现在国民党所喊出来的转型正义是在做清算，在做斗争，也不是一般人也许从过去中国官史上面那样子的一个思维认为说，所谓转型正义就是现在新的政权然后再清算再批斗这个政权，这个都不是。转型正义它有非常清楚的价值基准，是要以普世价值来进行。 好，看下面一张。好，所以这里面例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联邦德国政府为这个纳粹时代的历史，它真正新建的这一个转型正义，就是说这个转型正义的一个教育园区，它的这个博物馆叫做这个恐怖政治地形区啊 Topography des Terrors。 那这个在我在书里面也有特别花了两个 chapter 来讲这个博物馆在做什么事情。那如果进到这一个恐怖政治地形中心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整个博物馆对于纳粹时期种种的历史面向的介绍，其实它环绕着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在思考，一个就是国家暴力，一个就是威权体。好，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去讲说我们现在的联邦德国做得好棒棒，然后呢我们的确就已经跟纳粹德国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多么的进步，多么的什么，不是他的整个的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陈设，整个提供资讯的基本的精神，他事实上正是在揭露公部门怎么样子曾经利用国家暴力，怎么样子曾经在威权体制下然后让一个国家走上惨无人道的那样子的地步。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种博物馆的设计，它也是在提醒当前的政府，当你们在施政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避免的问题。好，看下面一张。所以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了解到转型正义不是一个新的政权对旧的政权的批斗清算。第二个，如果连接到我们台湾前一阵子，类似像朱祝姐他们那些又讲的一些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反应的这种，我们也要了解到转型正义也跟战胜跟战败是没有关系的。哈，这个例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东德来讲，其实如果真正要去看例如说就说对于纳粹历史
纳粹集中营去把它建成纪念园区，或者是对于纳粹的这个历史来进行一种批判式的一种处理，其实东德的脚步在某些部分其实走得比当时在1940年代的西德还要来得早。好，例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东德在这个波痕法的这个集中营，这个纪念园区，它很快的就设立了一个国立纪念碑等等等。可是为什么等到两德民族统一之后，东德原来所树立的这些纪念碑，或东德为这个整个纳粹的历史所建立的这些纪念园区，全部通通要重新处理？这个不是因为西德觉得说，因为你们东德是共产政权，所以你们做的东西不能算数，而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是因为当时东德在做这一些纳粹历史的这个纪念园区的，不是，就是说等于是大屠杀的这些纪念园区的时候，它不是以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基准，而是它其实是把东德共产党怎么样子战胜纳粹，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来作为合理化、正统化东德这个政权之所以可以建立的原因。好，也就是说东德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正是因为他们打败了纳粹的法西斯政权，也因此打败了资本主义。所以东德，这是东德的立国的精神之所在。所以东德的这一个，他们对于纳粹的历史的处理，它不是奠基在普世价值之上，而它反而是转变身形，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国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躯壳上面。所以它在乎的是战胜的问题，我们战胜了纳粹。好，那像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亚洲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下面一张，去年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去年台湾其实也为了抗战到底是胜利还是终战纪念日，其实吵得不可开交。那在对岸的中国，那是更是史无前例，第一次以阅兵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好，在中国其实有不少的城市都有所谓的抗日胜利纪念碑，可是这个东西立了这些碑，表示中国做了转型正义吗？如果大家把它连接到我刚刚讲到的转型正义的核心基准是普世价值，那我们就来看看去年中国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在他们的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家上去查维基的话，维基对这一段的历史其实整理的还蛮详细的，因为这个去年的报纸其实报的不少，只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去注意。就是为了庆祝这个抗日胜利七十周年，所以中国大规模实施网络管制。要我再 repeat 一次吗？为了庆祝中国抗日胜利70周年，所以大规模实施网络管制。那就是说翻墙的 VPN 等等东西呢，那就在北京阅兵前夕全部被中国政府屏蔽。Apple 的这个 iOS 客户呢，在中国境内的使用可能受到影响。然后大学校园里面呢，校园的网络也都实施紧急维护。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转型正义。这个就是说我借由抗日胜利，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是一种国族主义 的建立，是把它转变身形，进入成另外一种的爱国主义。所以这种东西就不是转型正义的内容。好，我们看下面一张。好，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联邦德国的历史，对于转型正义跟所谓战胜战败之间的那个纠葛，其实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非常的清楚这中间
到底那个差别要怎么去界定，其实也是走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路哈。那在一个非常有里程碑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谈话呢，一直是到1985年啊，1985年这个纪念这个二次大战终战40周年的时候，他们当时的总统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特别在国会里面发表了一个演讲，他很清楚地告诉德国人说，不要再去记挂战胜或战败的问题。好，我在这边，稍微把这个我书里面写的，把它念一下。然后对于5月8号有切身经历的人，回想这一天，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感触，但每个人的感受却不尽相同。无论如何，这一天对德国人而言应该具有以下的意义。第一，这是历史记忆的一天，要记得有那么多人受苦受难。第二，这是反省的一天，应该反省德国历史走过的路。哈，德国人越诚实面对过往的历史，德国人的心灵就越自由，而且也会更清楚如何负起二战造成的重大伤害。第三，这是解放日，因为在这天，德国人从纳粹践踏人权的独裁体制里被解放出来，终于能够重新踏上征途。所以其实是在这一个场演讲里面，麦切克很清楚地告诉德国人，其实你去讨论战胜战败那是没有意义的，最终很重要的是，这是解放的一天，因为真的可以从独裁政权体制下面走出来，好好的去打造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好，你看下面这样。所以就是当然在这里面，其实麦切克他也讲到，他这是历史记忆的一天，没有错。其实转型正义它当然牵涉到历史记忆的问题，哈，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始我们看到，即便是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蔡政府的这个促转条例里面，历史记忆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我想今天特别就是从历史记忆，而且历史记忆怎么公共化，那我们又怎么样子能够透过 Google Map 的帮助，也许来做一种更好的历史记忆公共化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在讲历史记忆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我想要谈历史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台湾做转型正义，因为我过去长期以来在威权体制下面，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讨论加害者的问题，那所以在台湾的社会形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受害者那个面貌是比较清楚的，可是加害者的面貌几乎是非常非常的模糊。那因为这样的模糊形成了，我们会认为加害者是一边，受害者是一边，而这两者中间有非常非常紧张的一种关系，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冲突啊。那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思考，其实历史恐怕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么黑白二分。那这样的一个不能黑白二分，其实这也是一个威权体制刻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结果哈。第二个是说，家庭里面流传的历史记忆跟学校里面教导历史记忆中间的差别。那这样的这个情况，当然在德国跟在台湾的情况是不一样。因为就像刚刚也有好几个朋友也有讲到，我们其实在学校的历史教育要么根本不去讲转型正义，要么即便有讲一喵喵，而且恐怕那个论述的主轴都还是有很大的争议性，有很大的问题。好，那如果是我们放在德国的那个脉络里面，他们 是学校里面教导的历史记忆是很清楚的，要去承认德国自己作为一个加害者的国家需要去负担的历史责任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他们必须要去检视家庭里面所流传的记忆跟学校之间所教的东西那个差距是哪里。那我们台湾的情况跟德国在这个部分恐怕会有一些不一样，是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教的历史记忆本身是有问题的，是有争议性的，那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是需要靠家庭里面流传的历史记忆来补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始踏上转型正义这条路，我们还是必须要好好的来检视家庭里面流传的历史记忆，它本身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好，只有当我们能够
真的从一个一个客观的角度，一个比较公正的角度，重新的来看这些问题，我们的这一个转型正义才有可能可以比较平顺的可以上路。第三个要谈的是不愿意好好面对真相啊，不愿意好好面对历史真相，那他会面临的这种跨世代心灵的阴影跟创伤啊，这个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去谈到的问题啊，就不管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其实就是回避某一些历史真相，那其实在心灵里面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一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问题。好，请看下一章。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啊。在这里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学着从历史是复杂这个角度来看台湾作为一个小国的历史。好，那尤其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学习从普世价值的角度重新的来看台湾的历史。好，因为就其实从过去这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其实我也在不同的场合跟大家谈了不少跟转型正义相关的问题。有一个让我比较惊讶的反应是，而且这个还很有趣的是，不管政治立场是哪一边，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说，哎，可是我们台湾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台湾的情况很特殊啊，我们台湾跟很多国家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然后听了好几次之后，我就开始想说，我们是外星人生的孩子吗？好，就我们会有那么不一样吗？还是其实这种试图把自己的国家的立场、自己国家的处境看得很不一样，正是让我们不愿意、不能够好好去面对问题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历史的复杂性这个问题。第二个，连接到历史的复杂性，我们也要知道，威权体系它之所以真的能够运作，不是在于说那一些掌权的人他很厉害，他真的有办法控制到每一个人，而是我们要了解所谓威权体制的运作，他正是去利用了受害者跟受害者怎么样子去进行迫害另外一个受害者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去看到威权体制是怎么去利用人性，怎么去工具化人性，然后来让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彼此不信任，然后可能会彼此告密，可能会彼此利用，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一个全面性的控制。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要开始去看到威权体制所造成的这个工业的问题。那这个工业的问题，它会去模糊掉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本来是受害者，然后他为了减轻他受害的程度，然后他也可能成为加害者。那也有可能有一些本来是加害者，可是因为加害者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关系，所以让某一些人他也有受害者的角身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很复杂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只有当我们可以好好的了解历史的这个复杂性，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个社会在绝对对立的氛围下来进行转型正义。好，我们看下面一章。好，那为了来讲一下这个，就是说历史的这个复杂性，我想举两个中东欧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也许大家比较不熟悉，第二个例子可能有部分的朋友是知道。好，我想讲一个，这是一个匈牙利的这个文学家叫 Peter Esterházy， 他在今年的七月中旬才刚过世。那 Esterházy 他实际上这个姓氏，他是匈牙利一个非常显赫的一个贵族的家庭啊。他的 Peter 的这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都还是匈牙利的总理，好，就他们家就是一个非常显赫的贵族的家庭。可大家也可以想想，1918年共产党到了匈牙利之后，这种有名有望的家族一定是第一个被整肃的，所以他们家就整个就全部家产全部都充公，然后他的爸爸也就是被拔掉了这个贵族的头衔，然后被就是变成只是一名可以种瓜的这个农夫，整个家就变成一贫如洗。所以
所以他整个成长的过程，他就是看到这整个家道中落，然后家就是他爸爸一贫如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等于是说，匈牙利在这个1990年代开始变成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之后呢，那 Peter S. Arsi 他就写了一本书，其实就是讲他们家的家族史。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天堂的和谐》，他就从这个15世纪开始，他们家怎么样子是当时匈牙利最显赫的家庭，然后一路就是写到共产党来了之后，那他的爸爸怎么样子被打成这个黑五类，然后变成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夫。好，可是他这本书写到大概在2000年快要出版前呢，匈牙利的这个秘密警察档案公开了，然后他突然间从秘密警察档案里面发现，他爸爸虽然被打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夫，可是他爸爸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他爸爸也告了非常多人的密，告了很多亲戚朋友的密。好，所以这当然让他很震惊，因为他过去在他的整个的印象里面，他爸爸就是一直是一个受害者。可是等到档案公开以后，他才看到他爸爸作为加害者的这一面。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的书名就非常有趣，就叫做《修订本》。他就是写他爸爸的那一段，然后把他在《天堂的和谐》最后的那个部分，就是写他爸爸的那个部分，他就是以这个并陈的方式，然后就是在这一个修订本这一本小说里面呢，就是去对照，好，然后把他爸爸的故事把它写出来。那当然，他这个不是在揭露说爸爸应该从这块代志，不是在讲这样的，是他很深刻的去反省到说，在威权体制下，人是多么容易的被碾碎。当你的自尊、当你的尊严被剥夺掉之后，其实有可能做出各式各样你连你自己可能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在面对转型正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有心理准备。我不知道在台湾这些事情会不会有，我想正常来讲应该不是不会有，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比例有多少。那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加害者跟受害者不一定是截然二分的两个集团的人。在威权体制下，真正的悲剧其实应该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悲剧。人性的尊严因为被碾碎了之后，他其实做了很多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当初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事情。好，看下面一张。另外一张呢，其实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知道波兰的这个前总统华勒沙哈。那这个是在这个其实今年又重新又也是被提又再被提起，因为华勒沙他一方面在这个1970年代、1980年代呢，透过波兰团结工联，然后带领波兰人抵抗这个共产党，而且是在共产党还没有垮台之前，他们其实就已经握有实质的一些职，就是说一些政权。好，所以事实上当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就是说中东欧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耀眼的一颗星。可是实际上当时跟华勒沙一起奋斗的人，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说他应该也是共产党的失败，就是他的身份是两重的，他既是反对阵营的领袖，可是同时他还是共产党的 spy， 共产党的眼线。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在2008年的时候，波兰的国家记忆局已经有两个历史学者，然后就根据国家记忆局当时找到的档案，其实你写了一本书，就说华勒沙事实上是共产党的 spy。好，可是华勒沙一直矢口否认啊，一直矢口否认。好，甚至于在此之前，2006年，当 Günter Grass 德国的作家 Günter Grass， 我这个书里面有一章也特别去讲到格拉斯，他承认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希特勒党卫军。华勒沙当时还说，那应该把 Günter Grass 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这个奖，就是这
这样的一个荣耀把它拔掉。可是实际上华勒沙因为他自己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却一直矢口否认他曾经有过那样的过往。所以今年呢，今年就这个波兰又重新找到了很多的证据，证明说华勒沙把一些相关的重要的档案藏在自己的家里面。好，那这些档案事实上都是他当时当作共产党的眼线的这个档案。但是当然其实这是当代史在诠释上面一个非常困难的难题。可是实际上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就是在那样子的威权体制下，这种所谓的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这种共业的这样子的现象，其实在中东欧是层出不穷的。那你要因此说华勒沙，你过去做的都是，你是个伪君子，你过去带领波兰团结工联做的事情都是假的吗？还是说，哎呀，人家都已经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了，不要穷追猛打到那样子的地步？就我们历史的诠释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看这样的问题？或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转型正义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所谓加害者的研究，对于这个加害体制的研究，我们事实上是不知道的。可是事实上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了解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透过对这个加害体制是怎么样子在控制这个社会，是怎么样在残害人的尊严，我们才能够真的好好的去看到人是怎么样被物化，是怎么样被工具化。而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过去所发生的那一切，我们今天到底是要用什么样子的尺度，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标准重新的来思考。因为我们去面对过去的这一些，其实都深切的影响到我们到底想要让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到什么程度的良善的国家。我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宽容又是怎么去思考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的公民团体应该开始要好好的来思考这一些问题。好，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公民运动应该要 upgrade 到愿意去思考这一些复杂的东西，而不是可能不是停留在一种很单纯的一种过去比较草莽式的那样的一个对抗。我们的国家当它要进入到一个更文明的阶段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好，我们看下面一张。好，所以基本上呢，在这本书里面，因为我开始我写了很多这一种其实在跟历史记忆这么复杂的面向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也特别引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历史学者，他是一个意大利籍的历史学者，他的爸爸本身也是一个纳粹的受难者 Carl Ginzburg，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其实不要再从黑白二分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也不要认为历史好像有一个好像是一种国族的脉络。他说我们把历史这个概念斩钉截铁的连接到记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喜欢把历史视为人类的集体记忆，但集体记忆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是遗忘。在近代国族主义或20世纪主要的意识形态建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记忆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它能够把某些东西漏掉。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真正要去讨论跟历史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应该再去争执说你有你的历史，我有我的历史。因为其实当你说你有你的历史，我有我的历史，其实我们的那个历史其实都是简化版的历史，其实都是我们把某一些东西遗漏掉的历史。我们其实并没有去看到在同一块土地上面生活的人，他们彼此互动过程当中那一个复杂性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只是去检视我们自己要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说其实我们都只记得自己没有忘记的东西。所以其实记忆跟遗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
是记忆是在跟遗忘斗争。其实他今天他又引了另外一个犹太的历史学者讲的一句话，他说遗忘真正的反面不是记忆，而是公义。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公义的时候，其实他记得的东西都只是自己选择要记得的东西。那这里面的纷争是永远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当我们在谈历史记忆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先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历史记忆是重要，但是它的基准不在于去争夺谁的记忆，而是在于我们要以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基准。好，我们看下面一章。好，那再来我们就要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看我们过去所说的记忆的问题，它除了那简化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记忆本身存在着非常复杂的问题。那在这里面呢，我在书里面呢，我举了这一本在德国非常有名的书哦，这个也不是纳粹。那这个是一个德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的整个研究团队呢，去研究德国家庭里面是怎么去记忆纳粹的历史跟大屠杀。也就是说，我们去看德国他们做转型正义的这个过程，它不是只是在司法上面、在政治上面处理完之后，啊，这个东西就结束了。而他其实不断的去追问说，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到底跟纳粹相关的很多的记忆，它是怎么样子在被传递？那为什么学校的教育，即便很努力的在教，好像还是有很多问题会产生。那这些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它的根源是什么？其实这些问题这都是需要不断的再去做后续的追踪跟研究。好，那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的成果。他们去访谈了40个家庭，好，然后里面就个别进行了很多不同，对于不同世代，对爷爷也访问，爸爸也访问，小孩也访问，然后个别去了解不同世代之间，那他们是怎么样子在谈过去纳粹时代的发生的事情。那这里面可以总结有4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第一个是，家里的长辈对儿孙所讲的记忆很容易受到跟二战历史相关的电视剧或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影响，所以他经常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也就是说，阿公说的历史呢，其实是常常会变来变去的。他不是一以贯之的。其实这个也发生在，如果我们去看台湾的很多口述历史，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第二个，长辈的讲述是有选择性的。大多数人不是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不然就是英雄。但是很少人会去讲述自己何以甘于屈从在邪恶的体制之下。好，就是要么就是我就是受害人，要么我就是英雄。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加害人，而是自己看成是我是英雄。好，可是问题是，因为很少会有一种反思式的重新去看自己走过的时代，所以在长辈讲述自己亲身经历时，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就把纳粹时代的意识形态继续传给下一代。那这个地方就变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因为亲情的影响，后代的子孙很容易就听着阿公在讲勾扎以前的事情，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就继续的传递下去。然后再来一个是，在讲述到有关加害部分的历史的时候，讲述的长辈通常不会意识到这是加害者的历史。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在家庭里面，当这个祖孙之间互相，就是说在传递这一种历史的讯息的时候，它是会发生问题的地方。所以这个也就是口述的历史其实也常常会出问题的地方。台湾其实很多的老师很喜欢教学生去做口述历史，可是其实这些部分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好，那不是说口述历史不能做，而是我们怎么样让口述历史可以更升级到大家都可以共同受用的，可以被公共化的历史记忆。那这个是我等一下要接下来讲的。好，看下面一张。好，那
另外一个跟历史记忆相关的面向，也就是说，当在家庭里面，这一种历史记忆的传递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当长辈没有办法或不愿意或没有那样的一种知识背景，去好好的去意识到说他的传递可能本身是有一些缺陷的时候，好，那尤其是我们要注意是说，当德国作为一个纳粹时代的一个加害者的国家，那虽然政府在司法面、在法律面、在政治面做了很多跟转型正义相关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人他也许他的行为在当初不到是会被判刑或被就是反正就是会被法律所质问的地步，但是这一些人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后辈、他们的儿子、他们孙子辈的质疑呢？这个事实上德国也做了非常好的这个研究，然后尤其是在这几年，其实他们越来越去看到，当加害者或加害者的子孙，他不愿意好好的去面对我的家人、我的长辈曾经是加害者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灵的阴影本身会造成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而这个是会一代影响。也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是我们今天被加害者需要好好的去正视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你不会因为否认你曾经做过那些事情，这个事情就不存在，而且你也不会因为你否认你曾经做过那些事情，或你曾经当过帮凶、你曾经当过共犯，而你就可以平安的从这些事情活生。从德国的研究里面来看，其实他们有非常高比例的老年人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而这样的一种不稳定的心灵的状况，因为大家知道什么，就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最常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说他的大脑里面没有办法把他所经历到的事情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排序，而是例如说他可能现在我们正围在这个桌边，大家一起在喝咖啡聊天，然后突然间他的大脑里面会有一个过去，例如说他过去做加害的行为的那个片段，那个时空记忆的片段会 flashback， 会突然间跑到他的面前来，会跑到他的脑子里面，让他好陷入那当时的那个情境，所以他突然会怎么样？他可能突然间会勃然大怒，他可能突然间整个情绪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沮丧。那你就可以想象，如果说家里面的长辈不时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对于年轻的后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其实他的心灵里面也会不知不觉中感染到很多的心灵的创伤，以至于这个东西是会一个时代传递一个时代的哈。所以其实这个正是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说利用这样子的一种研究的成果来提醒加害者的家庭或加害者本人，其实要好好正视，你并不会因为努力的去否认或者是透过某一些政治的势力去否认这些事情你就可以平安的脱身，而是其实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在这里面受到非常非常多的伤害，而这会成为他们心灵的阴影，然后以至于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健康的成长。好，看下面一章。好，所以在这个书里面的第24章，其实我特别讨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这他们在这个研究里面讲的所谓的这个战火下的孩子辈，好，战火下的孙子辈。好，其实都是去讲了战火下的孩子辈，基本上其实就是去讲到在这一个二战发生，就是二战结束前后，就从1928年到1947年出生的那一代的德国人，他们不愿意去谈他们当时看到的事情，他们当时知道的事情。好，那以至于呢，他们在面对他们的孩子问他们说，
你们到底当时知道了什么？你们到底当时看到了什么？或你们的爸爸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因为不愿意去谈，所以这个几乎变成他心里里面一个很大的地雷区。你只要去碰到他，他就勃然大怒。那这种勃然大怒，或者这一种闷不吭声、铁板着一张脸，事实上都在他的孩子的心灵里面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好，看下面一张。所以这就是战火下的孙子辈的问题。因为战火下的孙子辈，他们其实就是在1950年在德国经济奇迹那个时期长大的孩子。那这个时期长大的孩子，他们不愿意再像他们的父母亲那样子的生活。可是问题是，当他们面对他们的父母亲是不能够好好的跟他们去讲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心灵里面也开始得到很多阴影。所以亲子之间的冲突就会不断的发生。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从如果去看加害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不是单纯司法上面政治上面的问题，而这个事实上是牵涉到个人的家庭的幸福，下一代子孙健康成长的问题。所以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子鼓励加害者的后代子孙也能够好好的开始去说出来你看到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好好的再去请求上一辈人好好的去说出来，其实这个变成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好看下面一张。好，所以就是说其实转型正义，因为它需要去揭开这一个历史的伤痕。好，这就是我在这个书里面最后讲到的这个检视伤口是为了医治伤痕。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这我也在书里面另外引了这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文学评论家 Geoffrey Hartman 所讲的一句话，说在这个敏感的区块，伤痕与疗愈很难分得开。那这句话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知道揭开伤痕，在我们揭开伤痕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去做疗愈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不是只有和解，不是只有疗愈，而是我们也要知道，要能够去看到这个伤痕到底伤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受伤，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好，面下面一张。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来看转型正义到底要怎么样的推动上，就像刚刚很多同学很多朋友其实也有在讲台湾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好，我想只是等待政府的这个促转条例通过，然后政府的不管是在总统府下面或行政院下面设的这些委员会来推动，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政府面能够做的其实真的就是比较跟政治法律比较相关的东西。可是我想转型正义如果能够成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它事实上是需要整个社会都愿意一起来做，整个社会一起来投入。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就是我在这个书里面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开始让这个社会可以走上一种公共诉说，一种大诉说的一个立场。我们其实先应该要好好的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加害者不管是受害者，大家把自己知道的把自己看到的材料，其实我们有一个好的全国性的一个网络的平台，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可以把它弄上去，然后开始让不同观点不同的角度的这些资料这些经验可以开始去对话。所以怎么样子开始去开启这一个大诉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在这个书里面，这本书我很高兴，就是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长辈，他之前是台大医院的这个精神科的教授，也是台大医院的精神部的主任。那尤其我很佩服他的地方是在林宅血案发生的时候，当整个台湾风声鹤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林宅血案有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受害者，就是幻君，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当时在一片血泊当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可是在那么风声鹤唳的时候，是林教授是唯一一个
有那样的勇气，就是帮患军做心理治疗的医生。可是，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其实是很暗中偷偷的做的，因为一个孩子突然间看到那么多血，然后看到他的阿嬷、他的双胞胎的妹妹这样子被杀死，那个震惊哈，那所以这个是林信南医师很勇敢的做了这件事，一直到陪伴他到美国去就是安顿下来为止哈。那林医师在给这本书写的这个序言的时候，他也就是回应了我在书里面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而经历抄家灭族悲剧事件，受害者和加害者都可能午夜梦回，发展出创伤后压力症，这样的心理创伤会影响子孙三四代。抚平这种创伤后，需要在友善的环境下，有效的再度探讨及回溯整个创伤经验。这不是只是对受害者讲，这尤其也是对加害者讲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种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应该要有一个友善的环境，就只要你如果愿意好好的说出来，你愿意坦诚的说出来，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要给予鼓励，应该要给予支持，不要是说有人愿意坦诚的说出来，结果这个社会怎么样，一阵穷追猛打落井下石，这当然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子能够发展出一种更文明的、更好的、更温柔的一种态度，创造一种友善的环境，让他们可以有效的再度回顾及探讨当时整个创伤的那个历程，坦白的把它说出来。其实当加害者愿意坦白的说出来，其实不只是对他个人很好，对我们这整个社会也是很好。然后正如就是我在书里面所讲，但透过可以无所不谈，当揭开伤痕的同时，如果能彼此坦白，愿意真诚面对过往的心，互相看见，疗愈终究会在彼此心中慢慢展开。所以这也是我这本书其实更大的一个关怀的一个点，因为我想其实政治面、司法面那个是一定是会有专家会去做，尤其是跟法律相关的东西，那个是需要法律的专业的人才来。但是我想对于这个社会来讲，我们真正 care 的转型正义的成功，我想更是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怎么样透过真诚的彼此看见、彼此支持，然后让这样过去历史悲剧的那样的一个创伤能够在我们心中可以开始有一个疗愈的过程啊。我们看下面一张。好，那其实怎么样子开启社会的大诉说，其实有非常多的管道哈。前一阵子在台湾也其实连续上映了两部跟德国转型正义从在1948年之后为什么后来沉默有关的电影。之前最早是那一个谎言民工，然后前一阵子就是跟我这本书同时刚好一起上市的就是大审判家。其实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其实德国并不是转型正义的过程，其实走的也是非常的崎岖。然后可是什么东西让这个社会大家开始真的愿意好好的来正视这一件事情，开始愿意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主要都还不是真的是在司法的审判上，因为即便例如说我们看大审判家讲的这个 Fritz Bauer， 他当时在法兰克福开始推动这个大审。其实当时去会到法院去旁听，但盛况空前，但是也只有2万多人，相较起德国大概8000万的人口，这其实还是很少的一个数。如何让这个整个社会能够好好的，大家都愿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职业，不管是什么样的世代，都愿意关注，其实是一出肥皂剧带来的大的效果。好，这出肥皂剧呢？其实是美国拍的，他在1970年的时候在美国上映，然后又叫做 Holocaust 啊，这个纳粹大屠杀，然后是一个家庭 Weiss 这个家庭的故事来讲。好，那这部电影在1971年被引进德国，造成非常大的轰动。所以就是说，肥皂剧虽然我们不是很看得起肥皂剧，但是肥皂剧是会立大功的哈。好，我们看下面一张。好，所以 OK，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完喽！我想，其实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不管我们研究的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其实很重要的，我觉得跟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的人讲话，是我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能够好好的跟这块土地上的人讲话，我相信我也才能够真的有一种新的养分，可以跟这个世界好好的讲话。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台湾，好，看下面一张。很重要的是，就像我刚刚也不断的在讲，我们台湾过去做的转型，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受害者是谁，但是我们不知道加害者是谁。我们如何让那个过去说不出来的东西，可以好好的说出来？那尤其是这个说出来的过程，不是在一种枪林弹雨之中，不是在一种互相叫骂之中，而是我们能够要有一种公共化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对谈。我想我们台湾很重要，我们应该是要去开启这样子的一个 dimension。 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张。过去台湾曾经非常成功的，就像刚刚讲的这个 Holocaust 的那纳粹大屠杀那部肥皂剧那样。这部当然它不是肥皂剧，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有敬意的一部好电影啊，《赛德克·巴莱》。其实《赛德克·巴莱》，我觉得它除了是一部很震撼大家的一部，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魏导拍的电影之外，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它开始促进了这个社会开始进行对原住民历史的大诉说。好，过去大家其实应该多少还是有印象。我们在台湾讲台湾史，大概其实都是讲所谓400年的历史，我们很少去触及原住民的这一块。可是其实真正开始让原住民的历史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台湾史的这一部电影的台湾史的一部分，我觉得魏德圣导演的这一部《赛德克·巴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初这部电影在开就上映之后，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那个印象。那个魏德圣把那个他们在林口的片场开放给大家，我记得好像是2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他们后那个片场后来要把，就是说那个土地后来要被收回去，那个整个片场的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通通都要被弄掉，所以他们开放了2个礼拜，让大家可以去看他们那个整个拍片的那个场景的那种。我第一天就去，因为我真的非常关心这部片子，我第一天就去了。那他们当时让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在那边摆设他们的一些文创的东西，那我一探一探去跟他们聊天，我真的可以感觉到他们心里面的那个雀跃。总结他们讲的话，大概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做编织的女孩子，她跟我讲的，她说魏德圣这部片子真的让我们原住民抬起头来了，我们可以开始跟这块土地上的说属于我们原住民的故事。我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社会上面怎么样透过影视创作来让这个社会可以开始进行大诉说。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开始看到有这么多蓬勃的关于原住民的历史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故事开始被说出来。尽管也许我们觉得还不够，可是这个比起10年前来，我觉得情况好太多。你看下面一张，好，还不只是这个样子，因为这部电影让原来设在这个清流部落的余生纪念馆成为日本观光客非常喜欢去的一个热门的景点。这是我大概中秋节前我去原住民夜市台跟他们的记者，这个就是分享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当时有一个记者就这样子讲，他说余生纪念馆现在是因为很多日本人看了那个魏导的这个片子，然后很喜欢到余生纪念馆去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纪念馆，像不大，可它却成为一个日本人朝圣的地方。好，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说，当我们就要去了解所谓一个转型正义的一个工作，它不是政府面单方面可以把它做得十全十美的。其实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子透过这一种大众媒体，然后带起一个社会很大的效应，然后让这个效应可以扩展成它有很多很多
更多的边际效益可以出来。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在做台湾的转型正义，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子做得更 smart， 好，更有更多的效果。好，看下面一张。所以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历史记忆公共文化的问题。好，这个问题谈接下来谈，很多朋友现在有兴趣的这个公共文化怎么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做转型正义的这个部分。好，看下面一张。好，就是说历史记忆之所以需要公共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这一种，就是说家庭里面或私人领域里面流传的这种记忆，它事实上是有缺陷，是有一些问题的。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也需要了解历史记忆本身带来，就是说潜藏的问题。哈，那在我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第25章，讲这个追求具有公共化意义的历史记忆的时候，我特别有去讲到，就是说一般的人啊，对于历史记忆其实并不是真正希望透过历史记忆来消弭争议，好，而且其实你这个国家很努力去进行所谓历史记忆的教育，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化解仇恨，因为一般人对历史记忆的感就倾向是从感知的，喜欢跟情感连接在一起，好，所以大众最想要的其实是如何去通则化自己主观情感上面的认知，而不是深刻的去了解优质的历史研究如何从历史悲剧事件里面提升出一种在理性上应该有明确认知的历史启蒙。好，所以其实这个常识为什么历史记忆会变成战争的一个问题。好，所以我在这一页里面，我就特别举了一个南斯拉夫的一个神学家啊，叫 Wolf。 这 Wolf 他事实上是在共产党统治的时候遭受到许多的迫害，可是当这个共产党政权垮台了之后，他却也亲眼看到巴尔干半岛那么残酷的内战。从那个内战的经验里面，他很深切的去反省出来，就是说没有办法让人走出伤痛的记忆，常常会毁掉受难者的余生。所以就其实不是历史记忆很重要，而是你要怎么样从这个历史记忆里面能够走出一个对自己对大家都有意义的路，其实那个才是重要，不然你就会一直在里面绕绕绕。这就是像刚刚有一个朋友有讲到所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最近有一部片子叫做《爱与黑暗的故事》，那个就是这个，我在书里面也有特别介绍这一本书。以色列当代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叫阿莫斯，他实际上以他的妈妈的故事来比拟以色列的问题。好，他的妈妈事实上是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他非常倾慕的人自杀，举枪自杀，然后他心里面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阴影，其实就是那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他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灵气，一个非常喜欢文化，然后对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可是他妈妈自己走不出那个伤痕，最后因为一直在那个伤痕里面绕，然后他刚好是在以色列在二次大战之后到巴勒斯坦去建国的那个时期到了以色列，所以他看到当时以色列建国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枪杀，很多的血案，所以那一些东西不断的去唤醒他过去的那一种创伤记忆，就最后他的妈妈就是走上了自杀这一条路。那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妈妈的形象，一个自己深爱的妈妈，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妈妈的形象去比拟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个不断的就是在自己的创伤里面绕啊绕啊绕，然后绕不出来，然后最后会走向，可以看到他所以的那个东西。好，所以其实 Wolf 其实他也在这里面讲，他说受难者不应该将个人的记忆视为私领域的事情，而应该勇于摊在阳光下，让大家一起帮忙把历史真相理清，让记忆具有公共化的意义。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让记忆成为一种口语文化，大家只是在那边
边窃窃私语的东西，就跟你讲哦，偷偷跟你讲哦，因为这样，你如果说你这个记忆只是变成是一种私领域里面像耳语般这样子偷偷在流传的东西，它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不同的社群之间互相的对立，互相的不信任，其实坦白讲，就是我们今天在台湾所处的状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来自眷村的人有眷村的记忆，对，来自一般觉得说我们是在国民党体制下受害的族群的人有这个族群的记忆，然后呢，这些记忆是各自于别人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把这些记忆视为私领域的事情，应该勇于摊在阳光下，大家一起帮忙来把历史的真相理清，然后让我们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具有公共化意义的历史记忆。好，我们看下面一张。好，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检视伤口，来医治伤。因为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走得远，而不是在那边绕圈圈。好，看下面一张。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谈怎么样善用网络科技，让历史记忆公共化的工作更有前瞻意义。好，来，又看到了，还是好，看下面一张。其实这个不是我个人的 idea， 事实上是从几个不同的这个来源啊，然后去构想出我们在台湾应该可以这个样子做。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查有一个网站，好，这网站叫 Historical Dialogues, Justice and Memory Network 啊，历史的对话、正义还有这个记忆。那这个正义是什么？哈，它特别在下面有讲出来，他说 ，The historical dialogue justice and memory network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researchers and activists working on issues of historical dialogue, historical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public and social memory。然后这个网站是特别为就是关心或研究呢跟历史对话、历史以及转型正义。就历史正义以及转型正义，所以历史正义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类似叫跟原住民的那一种，其实那原住民其实那个应该叫历史正义，不是转型正义，因为转型正义是跟国家体制的翻转有关系，原住民的权利的回复，原住民有特殊的这一个他们自己的教育体系，这是属于历史正义。而哎，你们就跟历史正义还有转型正义还有跟公共的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相关的东西，这个网站是在做这个东西。那这个网站是什么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人权研究中心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网站。好，看下面一张。这个网站呢，它的这个就是把它点进去，它会有一个 site 是叫 Mapping Historical Dialogue， 我们要来为这个历史的这个对话要来做 mapping 的这个工作。那下面有一个就是用 Google Map， 像是 Google Map 那样子的一个东西。看下面一张，好，这个是下面，它这个就是一个直线式，所以我只好把它切下来。好，我们台湾有哦，我们台湾的那个机构，等一下考考大家。好，那这是怎么？它是怎么样子？它其实就是说，欢迎全世界的人，你们去把你们。你们曾经有过哪一些跟历史冲突，跟人权受损，等等等，反正就跟转型正义跟历史正义相关的这些事件，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组织，这些组织是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请你们把它上去，就是上去填写，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现在是有什么样子的组织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弄出来一张这样子 的一张地图。好，看下面一张。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他在对不起，可不可以再回去一下 OK。 好，他在这个上面他其实也还有做一个
一个说明，好好看下面一张。那这个说明我把它特别把它 mark 出来，他今天有讲哈，他说欢迎大家来到这一个 Mapping Historical Dialogue 的这个网站啊。那下面讲了一堆话，我把它代入出来哈。他就在讲说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非常的有启发性。他对历史暴行的记忆方式本身成为冲突史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其实历史悲剧、历史冲突的这个发生，它不是停止在那个事件发生的那个当下就没了，而是我们怎么去记忆它会继续，我们会继续冲突下去。所以呢，因为它本身成为冲突史的一个部分，所以它也影响到这个冲突是否真的能够被解。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我刚刚为什么会花那么多的时间跟大家谈历史记忆的问题，因为当我们的记忆是有所偏差的，当我们的记忆是不能走向修复式的一种记忆的时候，这些记忆会反而会让这个冲突怎么样继续的加长，而且继续的变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看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去记忆，尤其是冲突的历史跟暴行相关的历史。好，现在接下来讲说如何将冲突史从负面的历史包袱解放出来，将之转化为开启解决之道的资源。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去好好正视对于这个冲突史的这个记忆，这种负面的记忆其实是影响到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真的要好好的了解怎么样子把这些冲突从负面的历史的这个记忆里面把它解放出来，然后来寻找可以解决之道，而且把这一个过去把这样的历史记忆作为可以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资源。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思考，好好的来想办法处理的啊。可是关键所以如何能够来解决呢？关键在于应该创造出一种让彼此可以互相看见互相接受的机制来处理历史记忆的问题。好，也就这里面这句话就讲得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今天我们如果真的希望过去这么长期以来的积怨，这么长期以来的一种跟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冲突的历史真的能够解决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机制是可以让彼此可以互相看见，而且是这个机制是彼此都可以接受，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上面，那我们来处理历史记忆的话，那这是有助于非常有助于我们好好的把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个论述，也是值得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那我们在台湾怎么做？我们看下面一张。好，所以它是在这个网站里面，大家等一下回家都可以上去玩一玩。而且如果你是跟这个相关的公民团体，就赶快上去登记一下，让台湾的那个点更多哈。它这边就是你这边，它就是你可以就是增加一个新的记录，然后你这边你就可以写。啊，这是跟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啊，或者什么，把它写上去。这个 project 是什么名称？然后你们这个 organization， 你们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名字？然后 email 是什么？好了，那个网络连接是什么？然后你们主要的这个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反正就用一点选就可以上传。好，我们看下面一张，来看一下台湾。台湾点进去还有一个。叫做台湾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 听过这个吗？中文叫做台湾战俘营纪念协会。其实这个跟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所有台面上跟转型正义，不管是228或者是恐怖，没有一个是相关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可以有很多，还有很多机会加入国际的这一种协作的工作里面哈。是要去查一下这个台湾战俘营纪念协会，这事实上是一个加拿大人创办的，不是台湾人创办的。你看下面一张吧，他的资料下面还有，来往下面一张看。好，他事实上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这个
战争二战快结束的时候，那有大概将近4000名的这个盟军的战俘被送到台湾来，然后分散在好几个不一样的战俘营里面。那这些战俘都受到了不好的对待，所以这个加拿大人，因为他当时是战俘之一，所以呢，他后来就台湾女婿，然后是战俘之一，他后来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协会。不过我们台湾社会大概对这个知道的非常非常少吧，哈。那不过我想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台湾既然有这么多跟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公民团体，大家应该也许可以努力的上去，好好的再填一下资料，哈。好，看下面一张。好 ，Anyway， 这是现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试图要去做的这个东西，哈。那如果我们去看在这个欧洲的部分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就是你要点上去，他就讲说实在太多了哈。其实你再把它zoom out 多一点，你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如果我们去看的那个柏林的话呢，柏林其实目前登记的只有3个，其实柏林应该非常非常的多，他现在登记3个，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一个。Topography des Terrors， 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恐怖政治地形馆，就是联邦德国的那个正式的官方的那个纳粹大屠杀的那个资讯中心，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做的是很粗略，不过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东西里面去想，我们台湾可不可以从这个概念下面好好的去发展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那我去年10月到这个代表台大到汉堡大学去进行这个采访，因为汉堡大学是台大的这个姐妹校。那当时他们的这个数位人文中心主任哈，他就跟我讲，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在那个 farewell lunch 的时候在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们有什么 idea 吗？他说他们想要做一个东西，就是利用 Google Map 的定位，然后把跟汉堡相关的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其实可以去利用这个东西，利用 Google Map 的定位，那就是说可以去做公共的历史记录。其实如果大家知道，我在书里面其实也有写到，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以这个伤亡的情况来看，汉堡其实是在二战期间被盟军炸得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德国最重要的港口。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真的光是从这一点来看，你要真的怎么样子去看二战期间的汉堡的历史的问题，其实就很值得用这样子的概念。那他们的做法，其实我觉得他们当时比这个细腻很多。他们其实也还没开始做，不过就是有这样的构想正在发想当中。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登记一个 account， 那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例如说这是这个，你可以说这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公园吧。或者是你如果真的是有一棵树，是这棵树下曾经发生很重要的事，你就去把它定位到这一棵树，然后你知道什么，大家都可以上去写，然后他们是可以去连接到公部门的一些档案库，就是跟这些事件相关的档案，那可以把它叫出来。所以就是说，大家先进行一个什么公开的对话。把你从不同的角度知道的事情，通通把它，大家就上去把它写出来，然后把相关的历史的史料、相关的历史研究，通通弄上去，然后先让大家有一个很足够的资料库。那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开始对于历史可以有不同的材料。那透过不同的对话，大家对于自己这个城市的历史，会有不同的感受跟想象。当然其实如果我们结合这两个东西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台湾在做所谓转型正义的这个相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对于在历史记忆这一块，其实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角度好好的做，因为我们台湾毕竟不大，
那如果我们能够发挥类似像过去这个 GOV 的精神，GPP 的精神，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把现在大家可以构想得到也许我不知道的这一些网络的科技，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来，然后我们开始就针对228，针对白色恐怖，我们知道的事情，不管你是哪一方，加害方也好，受害方也好，或者是你就是知道了一些事情，或者你从长辈里面听到了什么，大家都可以先用一种就是一种比较柔和的态度，就是上去写。那慢慢慢慢，我们对于转型正义所触及到的历史的很多不同的层面，到底它是什么？我们可以慢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面貌可以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其实只是等待着说要去解密那些什么国家档案局里面的那些档案，我们也要知道一个问题，所谓那一些档案其实是为威权独裁者所写的资料，它不是一批正常的政府公部门的资料，它是去取悦想要去服从威权独裁者他的统治意志所去创造出来的那批的史料，想要透过这样子一批已经带着有色滤镜所创造出来的史料，要去真正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那个可以得到的结果是很有限的。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大家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那透过网络科技的帮忙，我们类似用 Google Map 定位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很多事情可以在这一个特定的点下面，我们可以有那种资料库，然后大家可以上去开始做公共的诉说、公共的记录。时间差不多，但也快结束了，只看最后面一张。好，然后看下面一张。那所以其实我在这边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就是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就是在网络上面大家一起透过众人的共同协力一起来解决难题，这所谓的 crowdsourcing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运用到转型正义上面，我想我们台湾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机会做得更不一样。好，我们可以有这个后来后进者的某一些的优势。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好，所以基本上呢，这应该这是我今天晚上的这个演讲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大家可以互相鼓励的话。好，以网络科技帮助台湾打造转型正义的新经验，以此来丰富人类的民主发展史。我相信我们台湾是可以做得好的，我们也应该要有那个信心，我们走的这一条民主的路，我们其实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是可以丰富人类的民主发展史，这也才不枉费我们走得这么辛苦，不是吗？好，最后一张。好，谢谢大家。你们其实可以继续拍手，没关系。我们要主持人，我们也很。反正花老师在这里，他可以谢幕个三四次都没关系。那因为现在已经9:30，我们都高中生的同学，爸爸妈妈在家里等你了，然后坐在，所以呢，我不能再留你了，所以我们留一点时间呢，让你们慢慢的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其他我们大家会把网络上面的东西这个会铺上去，然后可以继续留下来的人，我们大概再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有一些 Q&A， 因为刚刚还有一些老师们他也可以来分享，然后还有Stephanie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让我们可以在反正因为咖啡馆给我们钥匙，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讨论到2点，所以没有办法。半夜2点，所以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但是我们原则上，我们就是把我们最晚10:15，大家先结束，然后结束完了以后，
要自己彼此互相厮杀，哦，作对厮杀，欢迎继续留下来，哦，那你们就会成为我们未来的那种历史冲突史的，哦，那个开始，哦，对，哦，我开玩笑。然后，我们先收集，我先请 Stephanie 好不好？哦，先讲一下你的感，你的一点点想法，五分钟可以吗？还是你，还是你要五十分钟，那就没办法了哈。我看他，可能还是用英文说，因为有点累，可能我的中文这边。好，没事。我一直想过，the whole process in Germany, it was actually, as Manfred said, it took a long time. And in the 60s, there was a time when actually the young people really rebelled. And that was not smooth, that was not harmonious, it was actually a time of conflict between young people, and between their parents, and between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all and that kind of sparked off all the research and all the museums and the memorials and all that was done later, all the books and those were written later. So actually, there was a time of conflict, and there was a time of where the young people actually accused their parents or asked their parents, what did you do during the war? What was the second? Were you involved? Were you guilty? What did you do? I want to know. And it was not at all, it was a time of real clash. The question that was necessary for what was happened later. Of course, today is not the 60s. 2016 in Taiwan, it's not Germany, but I'm a bit I'm not sure if a platform, I mean, where you upload material would be so helpful, because actually it's become a solution for everything. If you have a problem, then 就是你就建立一个平台，然后就观众席就上去，然后每个人就可以参考一下，可以看看一下。可是第一，你必须有东西可以帮他走上去。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也不能分享，不能放东西在这个平台上。第二，谁来用这个平台？就是可能都是同样的人，已经对你的东西有兴趣的人。他也不，如果有一个网络上的平台，他不一定有在台湾造成一个用途。因为可能去看的人是外国人，或者是在台湾是一，可能我们这样的人就会看。可是你真的想针对，或者是你去，如果要在社会更为的广泛的讨论，可能不晓得一个网络平台是会不会造成一个作用。That's my opinion. Maybe I would actually ask Christoph to maybe give his opinion. He's actually the researcher. In history, I'm not. Yeah, that is just my opinion as a German lay person, age 50 years old. So I was actually born in the 60s. And when I was a teenager and the none of it was introduced in Weichmann's book was actually what happened then. And I was when Zubon, Yinzinger's book, Johoi, Yinzinger's book, Johoi, Mama, Doko, Yo, Honda, Pien Hong, Jo Kaisi, Hawon, Yinzin, Nazi, BC. Thank you. 我说大家应该都听得懂英文，所以我们就不发
翻译了，然后等一下大家再继续听，然后我们刚刚听到其实是你可以听到一个类似官方的说法，就是想谈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身份在谈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请what Stephanie actually said, I can only subscribe to it as a lot of things which are taken for granted today when we think about 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Germany starts in the 60s. And even then, with this confrontation, I'm not too sure. Of course, it helped to start a lot of things.But it also made a lot of things more difficult, as in the 60s, 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Germany was so highly politicized that it probably created as many problems as it created progress. So actually what we have now in terms of a culture of remembrance in Germany probably started in the 1980s, or took shape in the 1980s. And even then,it was more, you could say, an activist and minority thing. The approach to face the Nazi past in public and to start research into it took shape because individual people and small groups of young or middle-aged people took an interest andtook a closer look into their local history and took a closer look into the past of their communities or of their cities. So it started very much as an activist thing, small groups, and that it developed into a kind of national a culture of remembrance, and that it became part of the, you could say, part of Germany's identity today is mostly due to the end of the GDR in 1989-1990. As all of a sudden, when the communist state no longer existed, the West German state took up the position of you have won the historical battl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so the Western side is the successful side, so what the West did must have been right.All of a sudden, the West German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government, was in a lot stronger position to claim with the past, to deal with the past. And when the West German government, so to say, got a second chance, now they had the GDR, the so-called the second German dictatorship, to deal with as a past.A lot of people in West Germany at the time who didn't want to hear anything about the Nazi past now were very eager to show what they can do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the past when facing the GDR, which had just demised. So basically the success of German culture of remembrance is the success story is partly because the GDR was no longer there as the ideological counterpart.More concretely to the situation here, I would say the past is never over and is never really the past. So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this is maybe Nazi past is now 70 years ago, it was already a couple of years, 3, 4, 5 years afterwards, there were already a lot of people who said, it's so long ago, w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anymore.On the other hand, 20 years, 30 years, 40 years later, there were still people who said, oh, this is so close, this history is still so close, it's still so painful, we couldn't talk about it. So there's all kinds of excuses to say it's either too close and not too long ago, or either so long ago, so distant. No, it's as close as you make it, and it's as close as it is for you, as it is in your perception.So it's always a decision by society or by members of society whether they want to accept the legacy or whether they don't.
is also every generation has a new chance or has a new challenge to deal with its past. So the changes in German cultural remembrance, the developments were always developments brought about by different generations. A new generation in the 60s had a new answer, a new generation in the 1980s had another answer, and now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2000s have still yet another approach. So it's also, it's not just you think maybe once there is a convincing answer to the past, then you can leave it at that. No, it's always every generation must find a new answer and must find its own approach to it. So it's all the time is a new chance for every new generation to have influence on that. Amen. Q&A 好不好？哦，那个我们先三个问题，然后三个问题或者三个comment，然后在这个三每个人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提出你问题跟你的comment都没有关系。好，一，还有谁？二，不快，还有在那个这边，好，来，二在不快在那边。方教授您好，就关于你刚刚说，就是你在那些受难者他们的心里面的，这些私领域的一些，应该是要公开，就是给大家讨论。那台湾现在的现况是，国家档案局它没有限缩这些历史档案，然后没办法公开。现行档案法底下规范是说30年档案要公开嘛？那这是不是这些行政人员的关系，让历史学者没有办法去研究？因为现在那个出转条例，它里面有一个政治档案法，它里面有规范说什么受要区分加害者跟被害者，然后被害者的隐私会被保护，没有办法被公开，然后历史学者也有一定有限度的权限去接触嘛。那教授们，我们会怎么去？黄老师你好，不好意思，因为我在那个活动线老师的那个节目上有听到你的那个就是书本的那个介绍，那我想请教老师的，就是说老师提的大部分都是转型正义，然后大部分都人还有历史事件的那个转型正义，但是如果说在空间，然后在建筑，包括整个历史脉络这样子下来，演变到今天，我们必须要拆毁或是搬迁这些具有历史事件的，比如说三井昌或比如说一些曾经天马超房啊，然后彰化银行跟所谓的228这一方面的历史的那个相关的空间跟建筑，我们把它拆毁掉，或者把它改变掉。那这样的转型正义，跟所谓你刚刚讲的一个历史脉络的那个人跟历史之间的那个转型正义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透过一些所谓的政策和做法，然后请政府不要把这些跟历史事件有相关联的那个空间建筑把它改变掉，甚至把它拆毁掉，因为你是拆毁了，整个历史脉络也没有了，整个事件也就完全的消失了，无影无踪了。所以我请教老师，这样的空间的转型正义是不是也需要要来做了？好，不好意思，谢谢。黄老师你好，那个刚好我在前阵子看到那个郑丽老师，他在一年多前有写一篇为何转型正义对台湾的实用，他里面的观点是说，虽然台湾很常引用像是德国或者是像是
东河南韩人的转型正义成功例子，他提出的观察刚好刚刚是今天晚上没有听到。他说基本上有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政治经济势力作为支持，而这个势力通常是外国势力，而且扮演这个势力最常见的是美国。也就是说事实上西德本身是强而有力的政治经济势力，但是像南非或者是南韩事实上背后都有美国的支持。那如果说以这个观点套到台湾，那我们一月今年才正式意义上的经过政党轮替，那我们想要转型的对象事实上他目前在军队或者是司法行政体系中事实上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那我在想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在转型正义过程中有可能会让整个国家甚至社会陷入某种程度上的危险，甚至因为讲到外国势力可就不能不提台湾的处境还蛮特殊，就是某些政党还可能会引用外国势力来影响我们的主权，或者是更糟糕的。是民进党引用美国，还是国民党引用中国？这样的讲法，就是依照立场不同，两个解释都通啊。不是，你总是要说清楚啊。我个人比较担忧的是中国党他引用中国势力影响台湾的建议。对啊，我说我们这里欢迎表态，对不对？但是不代表哲武的立场，我没有关系啊。好，那就先这样好不好？我们再留，先让老师可以谈一下。好，谢谢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跟档案开放，第二个是跟空间转型争议，第三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外国势力的问题，三个都是很棒的问题啊。第一个档案开放的问题哈，我想我们台湾事实上需要比较安静一点的，把目前的档案开放的情况好好的做一个调查，因为目前在媒体台面上会听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然后有很多人讲说，我以前去调档案的时候，可是那个以前到底是多久以前？哦，因为我虽然自己不是实质上在做这个白色恐怖或是228的研究，但是因为我们台大有一些研究生在做这些，我是有听过他们讲的一些研究的状况，至少根据我所听到的，我们的博士班的学生在现在去档案局调档案的情况，他们说其实比以前改善很多了。那当然我也有听到是，例如说可能就是比较老一辈的，他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然后要去调档案，然后什么都调不到，然后好不容易去弄了几份出来，然后就是被涂的，就是被立可白涂的很多。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会希望我们在做转型正义的时候，大家可以比较是用一个比较安静的心哈，就是说，因为其实当然就是过去调档案很多人受了气，所以在这个时候都会把它提出来。可是我觉得，媒体或者是公民团体其实应该要去做一个厘清，我们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好，那第二个其实我也希望大家知道是说，面对档案开放，台湾的确是有不同的声音，有非常积极的一些人，他们会希望我们的档案是完全的公开，就是说完全不做任何的涂销，这样子的公开，他们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事情才会清楚。可是我想这个东西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其实在书里面也特别透过一卷哈，应该里面有三章，特别去讲到档案开放这一批档案其实是有问题的档案，它是在威权体制下特别要去取悦威权独裁者的意志所去写出来的档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其实是错误的情报。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白色恐怖的案件是这个样子的，有两个就是从中国来的老乡，然后东韩的时候两个人就在喝酒，然后就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我们就说甲吧，甲就跟乙讲说，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想想家乡都还有个媳妇儿在等着。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讲说，算了吧，我看你就想开点，不会回去了，直接再讨房媳妇儿吧。事实上是两个老乡在 互相聊天，互相在倾诉，然后一方面一个人安慰另外一个人。好，结果没过多久这个乙就被控告诽谤，不是这个甲刻意去告密，是这个甲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他就去问了眷村里面另外一个人，
说我们是回不去了，真的吗？我那房媳妇儿我怎么办？结果听的人就跟上级报告，这个乙之类的，因为领袖说不能说嘛，回不去。好，那你要说这个甲是逆报者。那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就是说，当时有很多情报都是在这么扭曲的情况下被写了出来。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学界其实应该先要去做一个工作，先赶快去厘清我们这批档案的情况，大致上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就是说一个大致的 picture。然后我们再来思考，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把这个档案开放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这些档案只是因为它超过30年，你觉得它全部都可以公开，大家也可以想象，你可能无意中看到你的家人不知道在什么样子的情况被打了一个错误的报告，而这个报告随着。只要一旦解密之后，它可能随着网络媒体，随着有心人，然后全部很多人就被贴上标签了。当时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因为就是他们当时很多人要求，就是说你就是要比较大幅度的开放，的确造成很多人被误伤，而很多人自杀。好，所以这个不是说档案的绝对的开放就是对这个社会真正的保护，而是其实我们应该要比较理性的来看这些事情。这是一批有问题的材料，这一批有问题的材料，我们怎么样子在保护无辜的人的情况下，能够做好好的研究？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思考的方向。好，那第二个是有关这个空间的利用的这个问题。我是很支持说，我们过去跟历史事件相关的这些空间，应该要让它回复了。那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文化部可以好好去思考的东西。那过去其实这些东西会被转作他用，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有一个政党不希望我们知道那么多我们台湾的历史。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应该是两个吧？好。你也可以直接讲。好，就是 KMT。 好 OK。 好，是民进党吧？是吗？民进党要你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吗？其实这个东西，我就是台湾真正的历史我们自己来创造好吗？OK。 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外国势力的问题。我想我们台湾今天做转型正义跟过去的这一些中东欧国家，或者是南非，或者是韩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其实这个转型正义是拖了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到现在我们才做。也就是说，今天坦白讲，在台湾的民进党还不做啦。稍微忍耐一下，好不好？就是说，我们其实今天在公部门。实际上跟过去的加害历史相关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统计，至少以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比较粗略的估算，这些人大概都退休。好，所以说要今天要以说，因为我们如果做转型正义，可能会去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的运作，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跟实际的情况不合了。那第二个是说，如果我们去看过去很多国家做转型正义，都有所谓美国在背后，这的确是。可是这并不表示台湾不能做转型正义，因为我们今天做转型正义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个就像我刚刚在讲，转型正义的工作，其实它牵涉到的是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社会有多良善。那只是的确因为我们台湾目前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国际框架支撑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的确要小心。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出来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转型正义流于一种意气之争
或者是被看成是一种秋后算账，因为的确在没有一个清楚的国际框架的支撑下面，我们的确要小心一点啊。所以这个也是，例如说，我其实坦白讲，在某些在有一些研讨会上面，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我们就是需要学像当年的波兰那样子去做这种 lustration law 这种。这些除垢法什么什么什么，我对于这种东西，我基本上我不特别说 yes 或者 no，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我们不一定有波兰当年那么多的本钱，可以那么快速的去做很多大家觉得一定要怎么做，也就是转型正义它其实没有 SOP。那问题是我们台湾今天。不能因为说我们背后没有一个美国，我们就不去做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民主有多健康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教授，他说转型正义背后都要有经济势力，都要有这个，我不能赞同这样子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一个社会到底要有多民主，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到底要有多往多良善的方向，这是这个社会的人应该来决定啊。我们也会需要美国人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吗？我不能接受这样子的看法，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老师，我们再收集三个问题好不好？好，再来一，文理，然后再来第三个，来三个。分钟哦，过来过来，给老师仔细。那个外面的标题写说如何用 Google 就是转型正义，可是我刚刚看那个 PPT 好像没有 Google Mark 出来，好像是微软的，懂吗？哦，就是我，所以我讲到如何用 Google 把转型正义带出来，这套软体。没有了，是 Google Map 啊，对。Google Map 啊，对啊，大家知道金老师吗？有个叫小金，那个时光机，知不知道？啊，我想如果说这是我不小心的误差，可是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我想那个 mark 是什么，应该不是那么重要。就是我真的要讲的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概念，也不一定完全要用 Google Map， 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套这种定位的系统都没有关系，我只是说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这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是说，我希望我们的转型正义是一个全民可以参与。转型正义，而不是官方，只是在官方推动的这个层次。啊，就像刚刚这个陶克斯老师讲，我觉得他刚刚讲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世代都需要去寻求用他们的方式跟过去的历史去做对话，而且也应该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可以找到答案的一些路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是我思考的背后的一个出发点。我们没有说哪一套的转型正义是 SOP， 我们要照着那个做。那尤其是我们台湾是一个网络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我其实主要是要讲这样的概念。OK。感谢我先让我感受到了德国，他逃避二战。一个战败国被追讨所做的反杀戮的策略，而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在台湾的台湾人，同样也是二战的战败国日本下的人，以及这个后代，像我这样子的战后出生的人。我要说的是，当二战战胜国的美国，利用他的小弟中华民国在台湾继续掠夺，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在今天，美军、美国文物在台湾的基地依然盘踞着台湾，在掠夺台湾人的资产，这件事情。是眼盲还是心盲？
找不到历史文献揭穿这一个占领台湾，让这一个中华民国的新继承人蔡英文们，在他的收拾下，让台湾人不知道自己的土地的权利跟行使自己权利的模式。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策略到底能够在 Google 的地图上给它呈现出来吗？这个 AIT 的基地跟美军在台湾的基地 Google 地图上面有人敢真的把它显示出来吗？想请教你。就针对美帝的转型正义，对不对？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应该也可以找到一个问题啦，因为对象有很多个。我刚刚好像还有一位来的。我想请问是说，我对徐元博士的刚刚的话的理解是，工具或 platform 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能够成功的因素是人的参与跟他实际的面对。那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的话，我们因为政治上的恐惧，我们对于转型正义在台湾其实是切割的相当多的快。我们有不当党产，但是我们有汉人的转型正义，我们甚至时期有些400年前有日据时代，还有跟国共内战，然后甚至连原民也都做很多很多的切割。然后再反观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却是依然保持着拼经济为最好的一个心态，如果因为做了某一件事情而造成没有办法赚钱，而造成企业会倒闭，这个事情反而就变成是不对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台湾，然后甚至是我们的转型条例拼了在立法院这么久，也只是得到了一个条例，让我们可以开始对立法，可以立法的立法，我们得到了一个法律，让我们可以立法。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台湾转型正义的这样的起头，想请问您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开始吗？如果我们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或者是急躁，用了一个不好的开头，会不会其实反而会是一个饮鸩止渴的现象呢？谢谢。那我们就老师回答完以后，然后顺便做结语，然后15分结束，好吗 ？OK， 好。那个，我想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转型正义跟战胜战败没有关系哈，这个是一个社会希望自己有多良善哈，这个是简单的回答。那再来是关于原住民，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说出转条例的这个问题。第一个，我想就是原住民的这个历史正义的这个部分，我想其实这个东西应该基本上跟经济没有太大的关系啦。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应该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于说原住民他们自己本身希望怎么样子，因为其实坦白讲，原住民他不是一个 unity， 他们是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部落，好，那很多不同的部落，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想法。我想其实这一块是需要非常细腻的来做。那我在原民台跟他们对谈。其实我也有跟他们讲说，就整个对谈下来，我其实给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和建议是说，他们其实也许比较好的是，他们先提出来他们到底希望怎么做。因为其实每一个，这个不是一整个原住民族的问题，而是每一个部落有不同的愿景跟想法。那他们可不可以把他们的想法提出来？他们觉得怎么做提出来？然后公部门这一边看怎么样子来促成，可能会是比较好，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是希望是一个 package， 可是实际上的状况是，不管是哪个 package， 恐怕都会有很多不满意的声音。我觉得这事实上也就是说，我们恐怕不要太把原住民的问题当作是一个他们是彼此之间同质性非常高的问题，而反而我们要去看到他们中间的多元性跟起义性，然后好好的去尊重他们，也鼓励他们重新去把他们过去的那一个，就是说可以自治的或者等等的这些问题，把它自己也可以去把它慢慢的理清开来。因为例如说，我们那天我在原民台跟他们谈，他们就谈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例如说警察局哈，过去其实在原住民的文化，他们当然是没有警察局，
他警察局是日本人加给 原住民的，过去他们可能是长老或者是酋长等等的。好，那问题是说我们现在在历史正义做这一块，我们要说啊，那我们就恢复过去的长老制和酋长制吗？原住民讲的另外一个难处是，其实这么长期以来他们也已经习惯了有警察局的存在，这个就是难处嘛。那尤其这个是历史争议需要很细腻 去处理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 package 可以打包式 的解决了。好，那另外刚刚对不起，刚刚已经有点忘记了，对不起，我可能刚刚没讲好，就用更简单的话讲，就是说台湾的转型争议是被切割的零散的，是由上往下的，不是民间参与的，我们的人民还是以拼经济为主，然后我们的转型争议是用法律来定义加害者，而且这个定义是仓促的，然后明明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事情，我们却签约说原来房产可以分开追，原来人民的文化谁是加害者可以分开追，这个包含德国或是你讲的历史上的例子也是这样台湾式的风格。那我就说这样子听起来很跟今天老师你想要去传达的一个面对然后和解的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哦、oh, ，OK， 好，对不起，我想起来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哈，其实不要期待政府他不会做错事情，不是说我们纵容政府，而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监督应该是很多面的，因为其实就转型正义目前所要做的这一些部分，其实我们的政府过去是没有经验的，在李登辉时代，其实基本上大家也就知道，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他其实就是赔钱嘛，好，那连受害者纪念那个碑文都写不出来嘛，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很在地的经验。那所以就是说，现在不要期待说一个新政府上来，他知道怎么样子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弄好。我想，其实他们要用促转条例这样的一个框架立法的方式，其实也是在争取一些时间，可以比较细腻的来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也才会提出来说，我们也许从民间开始，我们自己可以先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database？ 其实这个 database 很大的功用是要去补足档案局的那一些档案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材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材料，让我们从加害者的角度、从受害者的角度、从知情者的角度、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在228、在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一种很多元的观点下面，不同层次的见证、不同层次的历史经验下面。我们需要那个大量的资料，重新的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再来认识那一段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工作，就不是在于说我们还期待说政府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坦白讲，我相信他们也不是那么清楚，因为我们都不清楚。整个大状况是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要先做的工作是说，让把过去不敢说出来或不想说出来的话先说出来，我们重新有一个大的 resource， 有一个资料库，然后我们可以重新的来理解过去在台湾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台湾的情况相当程度上跟欧洲又不一样的是，欧洲你例如说你在波兰发生了什么事情，波兰即便它的档案被消灭掉，你可能可以在德国找到资料，你可能可以在法国找到资料，可是我们因为特殊的这样子冷战下面的一个环境，很多东西我们真的得自己来。所以其实我今天 是希望给大家一个这样的 idea，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先来做。而且我们其实不要忘记德国的转型争议，其实那个经过的那个崎岖的路，那后来可以慢慢走上一个大家今天觉得比较就是觉得是相当有成就的这样的路，其实那个也不单纯是政府面做出来的，有多少的文学家投入，有多少的艺术家投入，有多少的电影导演投入。大家去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光是上个月拍的那一部大审判家的一部电影，简单的来讲，这个人在德国社会是一个几乎要被忘记的人，
好，所以其实当这部电影问世的时候，这个电影导演很清楚的讲，他希望透过这部电影帮 Fritz Bauer 立一个纪念碑，因为这是一个德国人自己几乎都要忘记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就先来做，因为当我们开始好好做出一些事情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监督政府的力量。我们也要知道，所谓对政府的监督，不是永远在我们把手指头指向政府，说你做得好烂。好，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因为过去威权体制的关系，我们习惯透过批评政府来表达我们对这个威权体制的不满。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政府是我们觉得比较能够跟着台湾的民主体制一起走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重新来构想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帮助这一个我们的公部门可以成为一个我们愿意相信它成为捍卫人权的机制。我觉得这个不是少数人政府官员要去做，这事实上是我们也都应该要去做的。这也是我期待，是说我们台湾接下来的这一波的公民运动能够往一个更复杂的更文明的这个方向来走。好，